总监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还好好的呀。大爷，大爷，来，放下，别动。叫救护车！啊，好，急救中心吗？是，这里是宝安机场，国际到达出口，有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大爷突然倒地，没看到家属，不能动，其他症状，患者意识模糊，吐词不清，伴有喷射状骨头，两侧身体麻痹，有突发性视感障碍，怀疑是出血性脑中，你们尽快。是医生吗？你有纸吗？有。来，帮我扶着，一直保持这个姿势，不然呕吐物会堵塞气管。出血性脑中风，赶快送院。有专业光环的人，真好看。满汉全席啊，哪来的狗啊？没事吧，没烫着吧？你要干嘛？麻烦你让一让。好狗不挡道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让开。让一让，坐下。抱歉啊，吓到你了，他以为你们在叫他。这个阎王好可恶。这个是我的责任，我赔给你们吧。不用了。干嘛？几块钱的东西让人家赔啊？哎呦，又不是让他赔钱，天赐良缘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求你。我的？不然呢？要不是我有男朋友，自己上。便宜你了。不用谢。成成成成。你干嘛？啊，那个一共8.2块，微信支付吧，先加个好友。不用了，我有现金。这年头还有人带现金？不是，你看这个有零有整的，你怎么整？8.2正好，不用找了。哎呀，走了。进。你好，我是综合接待办来的新同事，关于林患者的投诉，我要来了解一些情况。这么巧，我们昨天见过。不好意思。你不记得了？所以你找谁？我找温少卿。
他出去了。我认错人了吗？这么受欢迎啊？我爸。温少卿。你就是温少卿。我没说我不是，我只是说他出去了。你衣服湿了。温医生，我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是你啊。我是来道歉的。贸然挂你的号很不礼貌，我反省过了。今天是我太急躁。你放鸽子的事情我不怪你，换做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会这么做。还有昨天你落在机场的钢笔我来还给你。我想趁这个机会重新开个好头。我是大人律所驻派的实习生，请多多关照，我叫从容。叫什么？从容。实在太久了。你还好吗？好，好啊，挺好的。虽然我是来握手言和的，但也不用这么热情吧。一生欢迎新同事的方式都这么奔放吗？我是特意来等你的。没有人跟我说啊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下次约我不用通过别人，直接告诉我就行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开颅圣手温少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护士说你不喜欢太浮夸的称赞，应该叫你神外青年医生温少卿。又说错话了吗？这人真的好难懂。我还是先走吧。
见到亲人了，我这一天太水逆了。臭小子，一年不见，这个背部的 muscle 相当性感啊。表姐，我在这儿。是我。原来房东是你啊！看来你对房东也没什么防备，见了随便抱。这是意外。谁知道钟振来会拖个尾巴？对弟弟就可以随便了。你这人虽然不太好说话，但是租给我的房子真的很不错。大晚上的能来帮忙，我也很感激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们还是直接沟通比较好。加个微信吧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方便你付房租，也方便你求救。万医生人忙事多，我这点小事哪有意思麻烦你啊？找钟真就行了。钟真有自己的学习任务。再说了，你是家长，我是老师，我们有必要保持沟通，方便他更好的进步。万医生，看来你挺会开玩笑啊。那为什么就是不能跟患者多交流、多沟通呢？我看你现在挺有空，要不我们抓紧时间聊聊林大爷的案子吧。好啊，其实小杰也不难行，本来想直接传给你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不费劲。菲布斯他，有问题吗？温医生的微信名字真是和人一样深奥呢，所以，我今天什么时候能拿到小杰呢？我有说今晚给你吗？你耍我啊！什么时候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还不错，走吧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为了陪跑吧？对啊，有问题吗？有。虽然我可以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，但并不代表我会毫无原则地任你摆布，请不要浪费我的情感和体力，记得一定要把小杰给我，谢谢。等等，不许反悔。一会儿摔倒了，我可不给你赠工伤。这人真是莫名其妙。哦，真是一点没变。
住，输的人请喝下午茶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喝下午茶。要不我也下个桌。哦，温医生，现在谣言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所以我来澄清一下。所以答案是从容了？不是，没有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哇，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那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不是暗恋几十年，温医生您今年贵庚啊？温医生不愧是温医生，连辟谣都那么有心意。算了吧。你这人是不是有毒啊？现在不是没有谣传了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个是我找到最大的浴袍了，你先换上，我让钟真送男装来。你打开柜子，帮我找一床毯子。这怎么能睡到这儿啊？三，差点把你给忘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文医生，温少卿，一个有趣的医学现象在我身上发生了。什么现象？静脉回血受阻，神经长时间处于压迫刺激状态，导致了某种治疗情况。麻烦说人话。腿麻。我懂了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请我帮忙，可是又拉不下脸来直说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浓油浅水，虎落平阳。那你白天在医院吓唬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呢？把手给我，来。一二三。要你也尝一下腿麻的感觉。啊！啊！是钟真，你别出来啊！我不想再一次变成医院的摊子，拜托，千万别出来，别出来啊！哎呦，钟老大啊，你喝水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林大爷呢要跟魏医生当面聊，要不你再催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大爷，吃。我来了，正好我有事儿跟林大爷谈谈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运气好，搅和别人生意，完了还能金蝉脱壳啊？啊！
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。情节严重，构成故意伤害罪的，可判刑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听清。我说我已经报警了。哦，那你得快点了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跟女孩动粗算什么本事？我是医生，知道打哪儿疼还死不了人。我伤口疼。帮我处理一下。我可不想约见，您自己弄吧。我来吧。疼吗？不疼。那你刚刚什么？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人和人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不断建立边界，又忍不住试探、推翻。主动出击的一方向着空中划出一根火柴，寄希望于那一点微光，来看清对面真心的形状。林大爷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，醒醒！文少卿，我不想再听到不好的消息了。林大爷醒了。真的？我不骗你。宗荣，救了林大爷。这边辛苦你了。早啊。早啊。你气色不错，白里透红的。遇见什么高兴事儿了？也有可能是遇见鬼了。上次弄脏的衬衫还你，你检查一下。我洗过了，洗了好几遍呢。你闻什么？你不是让我检查一下吗？正好我闻闻还有没有酒气。温医生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因为喝醉了才会抱你的。哎，你这句话有常识性错误啊。在医学中鉴定，每100毫升血液含有大于20毫升酒精才叫醉酒，你昨天晚上顶多是微醺。那我纠正一下，我是因为微醺才会抱你的。那我可就在意了。在意的点在哪儿？酒精是神经抑制剂，它的作用就是抑制住那些管理理智的神经中枢，把感性发挥最大效果。
通俗易懂的讲，你昨晚抱我其实是因为我喜欢你。都起包了还没事儿，那些撞了头没抢救过来人都说自己没事儿。这疼吗？疼。这么疼啊？你头晕吗？看东西模糊吗？没有，不晕不糊。这是钱，这是钱，我又没啥。我现在提醒你啊，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问诊你，你的任何情况都会作为判断有没有发生脑功能障碍的依据。温医生，我真的没有脑震荡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我看得很清楚。现在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医院照个 CT 吧，我不放心。我是医生，你现在得听我的。结果怎么样？意思是得观察一晚上，所以今晚你得睡我家。观察一晚不需要住院吗？为什么要睡你家？医院床位多紧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睡我家的话，你要有什么不舒服，还能及时送医。我有什么不舒服，我会自己来医院的，睡你家就不用了。人一旦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就来不及了。我是专家，到时候我能给你急救，你能自己给自己急救吗？少卿，你睡了吗？我说了在就会在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那我告诉你，是，我喜欢你。36页到上面。你是吃了多雷梦的记忆面包？医学生无所畏惧。曾老师，
如果我全对的话，全对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给点什么奖励？奖励？你是想要小红花还是小勋章啊？我想要。一天时间考虑，想好再告诉我。真要娶小雀？对啊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温医生如果有合适的人选，也可以介绍给我。那丛律师有什么具体要求？拿我做参考怎么样？外形上来说，您这样还凑合。那经济条件呢？没有马场的行不行？这方面我没有硬性要求，我更看重内在。说来听。要简单一点，专一一点，最好人缘不要过分好，遍地都是红颜知己。你笑什么？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嫌弃，你吃醋了。你才吃醋呢！我相不相信关你什么事儿？你那么在意干嘛？你风筝要掉了。什么？宋荣，我今天晚上在这等，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。那我要是不来呢？你来不来我都懂。今晚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会是问谁的呢？还是问老大的。老大，你人缘也太好了吧？问你喜欢的人认识很久了吗？哇、wow、对，很久很久了。不，你这太明显了，你就直接表白就完了。哎呀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从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知道这很像道德绑架，我的自尊心也挣扎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，不要成为我们之间的变数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两个月你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多真实的瞬间，但是这样的瞬间在我和他之间已经十年了，是我和他所有的青春。陈主，没事吧，钱主？小哥，等慢点，没事吧？先起来吧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慢点，老大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慢点，慢点。老公，你小心点。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
比起激动、甜蜜、心酸和痛苦，更能确认他的存在。因为喜欢着他的心太过耀眼，于是连同他也一起被掩盖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了。彪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吓死我了！没事，就是滑下去了。我去那边走走，不用管我。让你把手机拿着，别再走丢了。别再叫康警了。你没事就好。走，我带你看看东西。怎么了？魏医生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我对你的定义只是同事跟邻居，这两个月我们过于亲密了，还是划清点界限比较好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我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那我对你做的一切，在你看来就是同事、邻居。目前，我只想顺利完成在医院的实习。至于无关的人和事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希望你理解。要不是秦医生请他吃饭，我都怕他闷出病来。现在全院也就秦医生能安抚安抚他。来了，完蛋，还以为是外卖呢。从容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开门。你不开门，我就一直敲，敲到你开为止。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躲到实习期结束吗？你也太怂了吧！谁怂了？有事说事儿。你为什么躲着我？谁躲着你了？我是因为这几天太忙，没时间跟无关紧要的人说话。无关紧要？这就是你跟我划清界限的原因。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无关紧要的同事，无关紧要的邻居。是什么关系重要吗？反正你喜欢的人不是秦楚。你是在吃醋吗？从容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不是秦楚。我喜怎么可能？你说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那个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吧。不管你喜欢的是谁，总之不要再和我暧昧不清就行。你能意识到我在和你暧昧不清就好。
别想了，反正不可能是我。妈，吃菜啊啊！对，阿姨，您快吃，凉了影响口感。嗯，吃吃吃。少卿啊，你看你这么优秀，家世好，品貌好，还会下厨，一定很多姑娘喜欢你吧？不瞒您说，前几年学业忙，这两年工作忙，没时间谈恋爱。而且，我也还没等到我喜欢的人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说出来，阿姨帮你参谋参谋啊。我喜欢中长发、双眼皮、瓜子脸。人有时候有点倔脾气那种。哦，是不是那种上面穿黄色卫衣，下面穿牛仔裤的那种？对，就那种。我吃饱了，我吃烧碗。哎，就吃这么点儿啊？洗洁精可不是一次性的。我知道，用完了。这可是我今天刚买的。今天洗东西不是多吗？那也不至于用一瓶吧。我多放了点儿，洗得清清白白不好吗？不就一瓶洗洁精至于吗？我送你瓶新的就是了。我说的是洗洁精的事吗？哦，水费我也赔了，还有什么我一起赔。简直就是艳穷杀手，那就好。哎，怎么还有点小紧张呢？紧张什么？咱这么漂亮，我要是他，第一眼我就爱上你。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，他头像可不像从前了。给你看，看看看看。来，这么帅的吗？帅吗？哦，我看看你们俩说什么。从容。你穿成这样我不放心，你到底要去见谁？你有多年的旧相识，我也有，我现在就是去见他。是你喜欢那个人吗？是。师傅，走吧。放开我！干嘛呀？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，你没做好准备啊？什么准备？女侠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胖小胖都是胖。
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！看你这熟练的手法，应该欺骗过不少巫少女吧？我今天就去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你别逼我打女人！怎么着，还想还手啊？不报警抓你就已经很客气了，还想跟我的小胖胖比？你连名字都不会提啊！以后再敢招摇撞骗，好，我现在就给你送到派出所。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。我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，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，不用谢我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你也不赖。还记得这里吗？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医院实习，你莫名其妙抱我的地方吗？这都是师出有因。你不是带我来找小胖胖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因为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。我那天在这里抱你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确定你是我等的从容，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小女侠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从容，我是说我就是小胖胖。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，那个人不是秦楚，我喜欢的就是你，从容。我希望这段回忆能给我们的关系锦上添花。从容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，不想你把我当老同学。我需要冷静冷静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么多年我都等，也不在乎多等几天，反正你也跑不掉了。觉得像小时候，那时候你在前，我在后，跑不动了你就拉着我。现在后我拉着你，
这算不算我们第一次约会？算啊，作为假情侣的第一次约会，当然算了。那把假的变成真的怎么样？这还用考虑？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律所的汇报，所以能不能等我先通过了？以你的水平，通过应该不是难事吧？律所的竞争那么激烈，哪有你想那么容易？那我们打个赌，如果你通过，你就做我女朋友。那如果我没通过呢？我愿赌服输，把我自己赔给你，做你男朋友。你这人正反不吃亏啊。你不反对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急什么急啊，跑得汗打的，吹了风该感冒了。我通过了。站在这树下，那喜欢的人更要细看。到了，下车了。这么快呀？感觉你有点失落。才没有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让你等等，我等等。你干嘛都看着呢？看就看呗，随便看。刚开始穿高跟鞋啊，容易磨脚，我帮你贴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帮你准备了拖鞋，一会儿你带回去。上班的时候你别死心眼，没人看着的时候就把高跟鞋脱了，休息一下。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上班去吧。嗯，一句话跟你说，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吧，就当是第一次约会。
在拍什么？没什么，拍景色。看见那个扶梯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一件很好笑的事儿。我跟小伙伴打赌，谁能扁下天桥，结果踩空了，摔掉了两颗大门牙。那你想不想再试试扁下天桥？啊？不要了吧，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啊？你只管闭着眼，我拉着你往下走。反正摔也是摔我身上，怎么不相信我？才没有，走就走。不卖了啊？卖吧。本来商务老师要送我回来的，我算了一下要50分钟，但是打车就只需要30分钟，我就自己回来了，可以早点见到你。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，不过我觉得有件事应该先告诉你。我抱一会儿。不是你说的要先抱我一会儿，太丢人了。好了好了，进来吧。不想进来。不是你，嗨嗨！哇塞，谢谢，太厉害了吧！一个人扛一大桌子，是吧？哎，还有酒呢。来，怎么了？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想让你尝尝是真的，亲你是真的。闭嘴。好，不说了，继续尝汤。不许尝汤。嗯，好好好，不尝不尝。走了，吃饭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还是太嫩了。嫩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觉得捏起来很舒服呀。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不闹，跟我说说吧。我明明是想帮大家的，我也很努力的去做了，可最后还是给大家添了麻烦，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。你也会有吗？当然，我实习的时候参加过一场手术，患者没能救回来。我觉得没有比医生更常感到不甘和无力的职业了，因为面对的是生死，
所以我常常觉得，如果我能做得更好。你努力了。你也努力了，不是吗？只要有努力啊，就会有成长。因为这些沮丧都是暂时的。嗯。那我要快点成长起来，不再给上官老师添麻烦，然后变成像上官老师一样优秀的律师。你左一个上官老师，右一个上官老师，你再这样我吃醋了。我算看出来了，原来你才是亚洲醋王本人。你说对了，人工呼吸可还没普及呢，还有心肺复苏。流氓，你是想收律师函吗你？今天走了一天，脚特别疼。你跟我说你脚痛，难道不是暗示我公主抱？你放我下来。我像是坠入了爱丽丝的梦境里，唯一的风帽子给我带来了特别。我闭上眼，默念着我喜欢你，就像乌鸦会向写字台。从此，最大的幸福莫过睁眼你依然在面前。幸好你出现了，幸好今晚的月色很美，而你的头发乱了，那我就可以放肆地和你在一起了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在急诊门口等你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新年了，让我们一起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这么开心，吃饱当然开心，而且我今天下定决心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告诉你，等我成功了再跟你说。虽然不知道结果会如何，但我总觉得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点点。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闪闪发光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松一下。今天因为工作没能陪你过零点，对不起了。那是不是该罚？该罚该罚。
我今天煲的汤绝对不比你差，炖了整整一晚上，昨晚啊敲了半小时菜铺的门，硬是把老板叫起来卖给我一只芦花鸡。几点回来的？11、12点吧。怎么了？你那个上官老师又拉着你加班了？是我拉着他加班。快快快快尝尝这汤怎么样，来。我不想喝。还没好吗？没胃口吗？你这个上官老师送礼物送错地方了，我帮你收了。哦，丝巾呢？先放旁边，汤凉的就不好喝了。他为什么送你丝巾？就昨天晚上我给他买粥弄脏了，他赔我一条吧。你还给他买粥了？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为什么是粥？为什么是粥？对，为什么是粥？上官老师的胃病还没痊愈，不得喝粥吗？难道我给他买烧烤啊？那阳春面、养胃散什么都行，就不能是粥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如果你不喜欢他送我的丝巾，我可以退回去。我煮了一晚上的汤，你说不喝就不喝，你阴阳怪气什么？是因为礼物，还是因为粥，还是生气我最近经常失约没有陪你？幼时临帖临不好心字，凡心在下者，其身勿高，其身勿正。我却学不会低矮以地上，又出一曲时，因为太在意，所以方寸大乱。爱情是不是也如此？先动心的那一方，总是处于弱势。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怎么是你接啊？你老大呢？我老大不太好，你还是过来躺吧。睡了？刚睡着。怎么会突然并发症呢？他前几天刚发过烧，抵抗力本来就弱，你们一吵架，他连家也懒得回了，整天耗在医院里，有急诊手术都是他上。表姐，你干嘛？你别哭啊！怎么还哭了呢？哎呀，你看我，没事没事啊啊，好好的死不了。童真，你皮痒了吗？给我吻，给我，你们共同良宵吧啊！你们一起合伙诓我，很好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发无名火。我跟上官老师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就连秦医生也帮着你一起骗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对不起。可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信息，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你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来，所以。好了，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想见你。以后不能这样了。所以。你到底有没有并发症？有啊，精神感官歇斯底里，毛细穿梭杆菌突鲁西斯症候群，有一定的致死率。这么严重吗？什么意思？相思病的学名。你又诓我是吧？你又诓我是吧？你又诓我。爸也真是的，给你喝这么多酒，还清醒吗？慢点，慢点，抬脚。哎，喝这么多酒，哎，啊！我要睡这条。这是客房，这是我的卧室。
要不你还是去客房睡吧，一会儿我爸妈就回来了。醉酒在医学上来讲叫酒精中毒，会引起人的神经系统异常，血液循环紊乱。不具备作案能力。我真的喝多了。哎呀，那是黄酒，后劲儿很大。说了你少喝点，那是考验女婿的酒量，我敢不喝吗？都怪你，解释不清楚了。急什么？等会儿配合我一下。哎，人呢？这俩孩子不知道啊。哎，叔叔阿姨回来了。那个从容他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扶他进来休息。不是你那酒有问题吧？我看看。我那酒有什么问题啊？上去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也有点头疼。这怎么红了一大片啊？是不是过敏了？对对对对啊，好，好像是。对对对，过敏了，那我给你倒点水啊。你那酒啊，就是得少喝。酒？我那酒有什么问题？酒？爸，没事啊，我跟温少卿出去走走啊。是。酒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看着挺有意境的。不就是每个学校都有的谈恋爱的地方？那你之前也跟那些暗恋你的人来过？才没有呢，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这么巧，我也第一次。知道我刚才跟蒋爸说什么了吗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以后一秒都不想分开。嗯，好。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，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，你的眼眸终于变。
次双手在脚垫间交错，你是我最小确幸的收获，多少的浪漫升天，让甜蜜有了画面。两次来医院，两次被围观，一次是拔牙，一次是打石膏，下次再也不来了。老大，你这石膏打得不错，但我还是要批评你。我表姐自从跟你在一起，三天两头受伤，我这个做弟弟也很心疼，好吗？我要是有女朋友，肯定天天用棉花包着，揣口袋给随身携带。你说的是迷你手办吧？就打个比方嘛，总之会照顾得妥妥帖帖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是吧，姐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都出去吧。没事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们都出去吧，外人待不好。你也出去。啊？出去。这个高度行吗？没事儿，今天都属于日常工作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不用自责。赚你的钱呢，从容，谢谢你。疼了？怎么这么久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不要把手弄湿了。知道。你肚子疼？没有。那你捂着肚子干嘛？没什么。来，我帮你系上。不用了，马上就睡觉了。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听话。你干嘛？我帮你打个结实的。你系成这样，我脱的时候怎么解开啊？叫我。我打的结当然由我解开了。你现在要脱吗？你闭嘴。你骨折的事不打算追究了吗？这种事情呢，很难认定责任动机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，扯不清楚的，到最后都是狗咬狗一嘴毛，算了吧。
手怎么了？烫了一下，没事。怎么会烫的？擦药了吗？我下午听说你受伤了，吓了我一跳。给你打石膏的时候，我居然还紧张。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聪若，嗯，其实上次撞到这里的时候也是，我心里很慌。这里吗？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变得越来越胆小。我现在找到我一生的挚爱了，只希望他无伤、无病、无灾。文少卿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来着？42633。不用试了，是好的。在啊，我表姐呢？睡了。这么早？你找她有事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去卧室叫醒她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刚下班，给她送点营养品，然后非常顺便的去你家取下考试重点。密码你不是知道吗？自己拿去。老大，你很急吗？怎么看上去像是要……像什么？没事吧？有些事不是我等无端匪类能揣测的。照顾好表姐，告辞了。笑什么？温让这个钢铁直男的含铁量可不一般哦，周程程啊，有苦头吃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温让这种老奸巨猾的人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没准现在周程程被撩得欲罢不能。真的假的？男女关系的本质本来就像打游戏，如果通关太容易的话，趣味性也就不足，压箱底最多3天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你总撩我又不说开的原因。那请问这把游戏还要打多久？现在3天是过了，正朝着3个月发展。我们温家最大的优点就是优秀基因多，其中最最优秀的一条你知道是什么？难道是会撩？是甚是善终。爱情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它经得起现实的考验。这次我被停职，你义无反顾地保护我，
很感动。我希望我们能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才十一点，也不算太晚。不是七个小时以后见吗？从律师三更半夜穿着睡衣来敲未婚男子，是何意图？我是不是也可以发律师函告你骚扰？我是来问诊的，你能给我开点助眠药吗？我好像有点失眠。失眠？那可能是因为秋谷冬藏吧。什么是秋谷冬藏？《黄帝内经》曰：“冬三月，此为必藏。”水冰地拆，无染乎阳。早卧晚起，必带日光，使至若浮若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五脏藏阳，故情志所伤，少伤心神。所以我的病情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呀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注意点，别勾我的火。我才没有，我这就是失眠，流氓。既然来挂号了，哪有放着不救的道理？进来吧。我怎么睡在温少卿家了？醒了，去洗漱吧，洗完赶紧过来吃早饭。欢迎老大会。师母好。同志，你大早来干嘛？我带着他们欢迎老大复职啊。姐，你不会又哪儿受伤了吧？没有。我早上洗漱的时候发现家里停水了，就来问了问，发现就只有我家里停了，应该是我不小心碰到阀门了，我再回去检查一下。你们找温少卿，他在里面，去吧。哈哈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志愿者，来，大家赶紧下来集合啊！到时候你们两个去那边帮物资啊。小心！来来来，快快看一下来啊！快快看一下来啊！快快看一下！赶紧去那边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帮我检查礼物，注意安全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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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个人，小朋友，你能动吗？今年几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瑶瑶，今年五岁半。好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去找丹恰听话。别动啊！
5岁男孩意识清醒，但柜子砸中下半身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脊椎。小心点，慢点。小姑娘，没事啊，别怕。慢点，我先把你弄出来。小心。小朋友，别乱动啊。好，我们伤到脊椎和神经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小心！你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他这个腿受伤了。你们今天走了？不清楚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别担心我。来了医生，你快去吧。手术结束以后，你要是没走的话，就在这等我。又一次看他的背影，我恍然明白，他也只是个凡人，可一旦穿上那身白大褂，就如披甲上阵，而我愿意追随他，竭尽所能守护他的使命。通知，因为刚才余震，前方道路被封锁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原地待命，等待道路修通再走。收到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从不食言。道士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假公公司来看你不行啊？我想我万一见到你，没想到真的见到了。那就说明你们注定会遇到彼此。通知，路通了，我们赶路了。喜帖了，怎么了？他们把我赶过来了，什么都不让我干。新娘到底是负责什么的？大概是混吃代驾吧。萧子渊，随意夫妇，好耳熟啊！我跟你说过的，表哥表嫂，他俩结婚的时候喜糖还是我包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新娘在婚礼上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对啊。有几个女孩能在婚礼上忍住不哭呢？那肯定是因为太开心了才会哭的。那你呢？你也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吧？我才不会呢。
没有香又甜的，偷吃糖了。啊，你吃吧，我去帮你偷一个。我就吃你这个就行。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觉得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嫁给我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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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同尘，最好的确信就是你等的那个人恰好也在等。你居然骗我，你知道气垫律师是什么吗？只保护你的财产，可不保护你的爱情。我自己的爱情，当然由我自己来保护。味道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好？你今天才知道吗？鉴于你一直以来的良好表现，我准备了一份大礼送给你。好啊，那我收下。是什么？温情，温故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很喜欢。